人实在足烦恼啊，对不？哎呀，足矛盾的啦！你讲像咱这北岛讲，哎呀，有酒通饮好不？有酒通饮当然真好啊！啊，有查囡仔陪真好不？足幸福的啊！有钱通赚，哎呀，足快乐的吼！但是呢，有时阵这种快乐的物件，会去变作咱的困扰，你知不？有时阵这种物件变作咱的阴影，你知不？所以咱上面欢喜大世间，想做欢喜大世间，都、就是有这么一个好物件，有好吃的物件，有新的产品，有新的科技，哦，有足侪享受，哦，有足侪物件，我咧感觉讲，哦，欢喜大世间是足好的吼。但是，这个让咱欢喜的物件，常常嘛是咱烦恼的源头。啊，我一摆去一间百货公司，看到囡仔伫遐咧耍吼，耍到足欢喜的，因为吼，即马上盖新的电动玩具吼，真厉害啊，哦。较早咱的电动玩具是讲手爱摕一个物件拍，即马唔是啊。即马呢，伊用光学的科技吼，伊、哦、有一台机器伫头前。这台机器呢，伊会当内底有一个这个摄影机、摄影机，有一个镜头，伊会当翕到你。所以呢，伊会当透过伊甲你的距离，伊叫你徛伫一个所在。即马叫你跑步，叫你做啥物动作吼？哦，伊这个电脑头前啊，迄、那个大电视呢，看你是要冲浪、要爬山、要滑雪、要创啥吼，拢会使，拢会使。你着人徛伫伊个迄个镜头翕袂到范围内就好。你伫遐咧做啥物活动吼？这个画面吼，就怎会将你咧做这个活动透过画面怎啊甲你表现出来？所以吼、哦，足好耍个啦。像我刚看到两个伫遐咧冲浪，啊，两个人也无七个房啊，拢唔免咯，伫遐徛咧讲，呜。哇！两个人耍啊，足欢喜安尼啦！我当边啊，我嘛头一摆看到这个产品，安尼讲，哇，这产品足好个咧吼！这是足进步的科技吼！看一时啊，尔两个人开始咧好啊！为什么开始咧好？因为妈妈甲讲，好啊，耍最后一摆回家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爱，我不爱啦！兄弟两个人也讲不爱啦，我要去耍，我要去耍啊！两个人开始咧话讲，买好我，买好我，买好我！我妈讲，没事。诶，足贵诶！哦，有钱则买，无啊！我即马买啊，我即马买啊啦！哇，迄、那个画面都足歹看啊！吼、哦，本来是足快乐啊，囡仔伫遐咧耍哦，过一时啊尔，哇，囡仔开始咧哭。啊，老母本来咧囡仔咧耍时，老母当边啊嘛是安尼笑容安尼讲，哇，这袂歹耍，哇，真系真够设计安尼，哇，即马科技真厉害吼，头先拢无烦恼哦，等到后边囡仔讲我要买，哦，迄老爸老母面都裂起来，哦，嘴笑目笑，敢那剩迄个推销员。但边啊，这袂歹算啦！我、哦、买一个回去哦，囡仔袂甲你乱啊啦，对啊，都即马就甲乱了，变甲回去才甲乱嘿，即马就甲乱要买啊你咧？哇！我看到迄个画面，我就想讲，人就是安尼，一个好的物件原本是好，但是当你得袂到的时阵，伊会变作你的烦恼，这就是咱人的痛苦。当你无法度完全拥有，当你无法度完全照你的意思，看是要买还是唔买，无法度照你的意思。痛苦就来啊！痛苦对倒位来？痛苦是迄个电动玩具害吗？好，即嘛呐秦始皇还佫伫咧上面焚书坑儒。较早你知道，咱过去历史上有一个足歹的人，叫做秦始皇。伊是讲所有册拢摕来烧，吼、哦！即嘛呐小朋友顶拍拍手，耶耶！咱呐选总统选秦始皇，因为伊会叫咱把课本拢烧掉，吼、哦！即嘛囡仔顶拢足欢喜的，吼、哦！我看吼，迄呐即嘛呐佫秦始皇来，可能讲来所有电动玩具拢烧掉。因拢害咱的囡仔，哈！我是要讲一个物件，就是讲朋友，你敢真正感觉是电动的问题？敢有影是红阿咪的问题？唔是嘛？迄是好物件无？迄是好物件嘛？啊，什么款的问题？咱的心的问题嘛？迄是咱的心的问题嘛？对不？所以秦始皇是安怎失败？伊就你讲册拢烧掉，恁大家拢总卖读册，拢变念头。干那我有读册，你拢听我的话，安尼我上敖，你拢唔敢造反。伊就你伊安尼真巧嘛，但是事实证明伊安尼真戆嘛。因为将所有册烧掉，命令大家拢不准读册，大家拢听我的话。吼、哦，迄个时阵世界原本伊就你是真乱啊，啊讲拢听我的，拢袂乱啊。结果伊叫大家拢听伊的，人对伊煞点头袂爽。所以伊愈安尼，人愈起来造反。所以后落尾安尼，一直民间有真侪力量，拢起来咧甲伊反对。所以可见是咱人的心的问题，你唔通认为讲是钱的问题。啊，那钱的问题啊，无安尼啦，咱就叫所有人钱拢摕出来，拢钱拢烧掉。咱政府下一条命令，所有人股票拢摕出来烧掉，钱拢摕出来烧掉，车拢摕出来弄掉，哦，厝拢卡掉，哦，安尼大家拢从无烦恼啊。
因为恁的烦恼就是对遮来嘛，啥物无壳瓜牛上街头，无厝通住，啊无厝通住，啊无遮简单，咱所有厝拢卡掉，大家拢无厝通住，安尼恁卖阁乱啊，安尼敢有解决问题？安尼无解决问题嘛，安那有解决问题？因为问题是伫咱人的心，问题毋是外在的物件，所以雅各书的作者，伊一方面邀请讲咱着欢喜大世间，对不？罗马书甲咱讲运动入天国，爱将来代志嘛吼。但是即马你着欢喜大世间，啊变咱欢喜大世间，作者着讲啊，你要欢喜大世间，你要认清一点，你要认清楚一点，就是讲上帝原本造咱人巴肚的腰，造咱人会想要水的物件，造咱人的查甫想要娶水某，查某囡仔想要嫁好翁，这拢是好的哦，这拢是好。但是当咱这个好的本能，你若无甲伊控制，你放互伊去的时候，就出代志，会变做啥物？变做罪。所以雅各伊就讲啊，伊讲咱人吼，咱若讲犯罪，你唔通讲是上帝甲害的，上帝拢嘛你做我巴肚枵，我巴肚枵唔才去共偷摕物件来食。你安尼讲安尼无道理，因为巴肚枵是要互你享受食物件的快乐，唔是叫你去共偷，叫你去共抢。所以咱人，上帝做咱人，咱有一个欲望，这个是好哦，但是呢？你要控制，你若无法度控制你的欲望，你若去予伊控制，惨啊！真正惨啊！虽然对我来讲，酒好无？酒奈无好，酒若无好，咱毋着政府下命令，公卖局关掉，咱国家下令，国外这酒哦，啥物咧 XO 啦，哦，啥物约翰佐路啦吼，来拢袂当一摆，哦，所有酒拢袂当，因为酒是歹物件。但是大家敢会接受讲酒是歹物件？毋是酒的问题嘛，是你啉酒的人的问题嘛。你都莫啉遮济就好嘛，你莫啉遮济酒就好物件嘛。啊，你啉了过多酒就变歹物件去啊嘛，都共款即个道理嘛。所以毋是酒的问题，是咱人的心的问题。所以雅各就是咧强调，你若被引诱吼，你怪东怪西，你拢无卡抓；你若被试探、被引诱吼，你怪你家己。怪家己啊！怪家己无好啊！控制你内面迄个欲望。哦，你讲我小可啉一粒酒咧，朋友做伙啉一粒酒诶，啊，卤两切两粒嘛，豆干海带切一半，啊，猪头皮切一半，大家他妈配酒安尼开讲，啊，一半土豆来蘸诶啊，那礼拜对不？问题是你若啉一打，安尼就无啥好啊。啊，你若啉一宿，哦，可能你明仔载你安怎回去个厝，你家己都唔知去啊。迄就无好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，这个不是酒的问题，即马就是你讲，咱要有一条界线，要有一条界线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若失败，咱家己控制无好，你袂当去怪上帝，哦，你袂当怪上帝。这是足简单的道理，但是足侪人想无。你若万不哩走路顶，互车弄到，你袂当怪人讲，啥物人发明汽车，哈，出来死，发明汽车害汽车来甲我弄，你安尼讲敢无道理？那是你自己走路没注意的，你说嘿，那是他自己塞车没注意，没关系，你两个去换你慢慢来说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绝对不能怪人发明汽车，因为人发明汽车人没不对。你也不能说，我儿子喝酒喝到王叔叔，我放火来收公卖局，都是他的，那不是他的问题，那是你儿子自己不能控制他喝酒，你不能去怪别人。所以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就跟我们说，不能怪别人啦。做人伫世间爱学一点啦，唔通怪别人啦，怪东怪西吼，你不如怪你家己啦。因为明明就是咱家己无好好啊控制，就是咱得失心伤过重，咱伤过贪财，咱家己控制了无好势，咱家己去跟人比较，咱家己的心中的产生怨恨，咱家己的痛苦，迄拢咱家己造成的，你要去怪别人，对不？啊，世间乱怪别人无，哎呀，一大堆啦。一大堆啦，哦！你若讲这查甫人，你人欺骗人的感情，讲哎，这跟我的问题，什么人叫伊生个这尼啊水？伊生个这尼啊水，我看到伊，我就是要甲伊追求，安尼跟我也唔对，这种话伊也讲会出来，你知无？都千错万错，拢别人错都对啦。都那伊若只要做唔对，那杀人都迄个人该杀我才会甲杀，迄个人欠拍我才会甲拍。哦，所有的道理拢总是伊对，啊，拢总别人的唔对。这种人活在世间，伊会快乐无？就算伊快乐，别人也痛苦。所以咱人活在世间，你要欢喜大世间，你爱学，
有圣经甲咱讲的，雅各甲咱讲的，你若犯罪失败，你若做了无好，你被引诱，你今去调调一个坏习惯，你唔通怪别人，请你检讨家己，讲啊，这是我家己的问题，这就是我家己的问题，因为我家己无控制我家己，才有今仔这个后果。你若认清这点，你的人生才有出路，因为你要求你家己，你还佫会当控制。啊，有的朋友嘛讲，我就是无度控制我家己，啊，我歹势讲一句话。你连你家己都无法度控制，你要叫别人甲你控制你吗？你若讲这句话，讲我嘛无法度，我家己嘛无法度控制我家己。你讲这句话出来，就是足无意思的话。因为你讲这句话出来，别人真正一点仔办法都无。因为连你家己都无法度控制你家己，你即马是要叫我甲你来关晓，还是你意思叫我甲你来唱啥？对不？咱讲这句话都无意思嘛。哦，当然这是不是事实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呢，你若家己安尼想，讲我家己嘛无法度，你安尼想，你的人生就是悲剧。因为命是你的，人生是你的，生活方式是你的，所以吼，你内面这个观念你要改变。你袂当讲我嘛无法度啊，我就是这种人啊。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阵，已经注定你的人生是悲剧。因为圣经讲的是讲试探，你甲咱引诱的时阵，咱来知影讲要安怎甲伊对抗。当罪要来甲咱引诱，要利用咱身躯原本好的物件。要让咱过头变做歹的时阵，咱来打一个挡啊，咱来 stop 哦。啊，甲伊讲好啊，到这为止，我袂要去对你啊，我对到这尔，袂当过过，我会超过去啊，袂使啊。咱家己爱控制，你若家己讲我无法度控制啊，安尼我来讲，世间无人通甲你帮忙，连神要甲你帮忙无，我都足怀疑的。你家己都无要帮助你家己啊，你跟他讲啊，神啊，你救我，我都无法度。有当时啊，当然啊，可能上帝甲你可怜，我唔是上帝，我唔知啦吼。但是我只有跟你讲，你上好唔通就你讲，别人爱为你的人生负责任，这是一个真可怕的一个想法，哦，所以记得啦吼。那呐，世间有足侪好嘅物件，你呐过头也拢变成歹去啊，哦。有可能等下了，咱继续再过来谈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吼，人生就是这无奈，你我拢平凡人，你我唔是圣人，你我也唔是超人啊，咱拢是足平凡的人，咱拢有咱的七情六欲，咱拢有咱家己的弱点，有人爱这，有人爱那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一个叫做金刚死角啊，咱家己有一个吼，咱赢未过的所在啊，有的人讲英雄是难过，美人关，有的英雄这关伊未过，有的人是英雄吼。伊无度吼过民主这关，有的人就是有够爱民主啊！啊，有的人吼就是讲，伊虽然是英雄，但是钱这关伊未过，死咧掉咧钱这关啊！所以英雄猛英雄啦，每一个人也拢有伊的弱点。你唔通叫讲英雄都了不起吼，你失败的素材伊拢未失败，其实唔是安尼。英雄是某一点比你较牛，安尼两样，其他点跟你同款。讲无听，有几点佫比你较差啊！有英雄真英雄，当然嘛真够拍武，你知吼？袂晓笑武吼，足够拍武。有诶嘛是安尼，有英雄归英雄，但是吼可能真够跋筊。啊，有英雄归英雄，可能吼脾气真歹，所以这真歹讲。所以咱要讲个就是讲，人毋是圣人啦。咱活伫这个世间吼，你毋通期待某一个人是圣人，世间无这种人哦。所以唔通将这个伤大期待放伫别人个身躯顶哦。所以咱啊有诶，我知影有诶，交朋友咧看老三诶节目吼，我相信咱大家交换心得啊吼。我真正良心甲你建议吼，你也毋通将某一个讲啊大师啦、上人啦吼，看甲未输甲人讲足清诶、足牛安尼啦吼，无影啦。吼，咱讲诶是活菩萨、活菩萨吼，迄是甲尊敬尔啦。敢真正伊就是菩萨？毋是啦，都偏讲暗路诶，拢平凡人啦。吼，你若正经讲有人修炼诶，到一个程度。拢唔免变数，哦，安尼我可能就会解钦佩啊。哦，安怎练呢？哈，练家拢唔免变数安尼。啊，即个练家拢唔免食物件，练家拢唔免洗身躯，身躯阁未臭汗生味，哦，安尼就算真牛啊。啊，有一款人无，都无嘛，都无嘛。哦，就算那一款大师，咱若讲过星期了，咱去烧，哦，烧出即个舍利子来，哦，哇，这道行真高吼。但是我甲你保证，伊伫世间的时阵，暗时啊时间到吼。你若叫伊真正讲，
只要你听人家念经吼，你念咧哭哭哭哭，念到尾也是度孤，因为伊嘛是人，伊嘛是爱困，对不？爱爱困，伊是食菜无食醋呢，还是无食肉？但是嘛是食菜，啊，食菜爱变数无？嘛是爱，较有可能讲，今日食是拢变出来，世间都无一种人，你听好无？哦，无人我都练到这个程度啦。那正经啊，练到拢已经出了一礼拜无去变数，我就替你烦恼啊。哦，因为你即马爱赶紧看医生啊。哈哈，嘿哦，即马问题变到真严重去啊！哦，都无人当练到这个程度，所以你想较开咧，朋友，想较开咧。伊有伊伟大的所在，伊有伊牛的所在，但是伊也是一个人，伊有伊的人生。哦，所以你唔免将某一个人看到特别的悬，安尼对你比较较好。免得有一天你若发现讲，伊嘛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可能你阵你会真失望啊！所以咱人的人性有一点，就是讲，咱家己的足心性，家己是足伟大的人，啊，咱做袂到，咱怎将这个做袂到的心态吼？人的心理学家有讲，咱将咱家己做袂到这个心态吼，咱怎去找一名大师，哦，找一个师傅，找一个牧师，找一个高人，找一个宗教人士，找一个政治领袖。然后将咱心中将对伟大的渴望呢，怎啊寄托伫伊个身躯顶？其实咱对伊是无公平的。那伊虽然是大师，伊虽然是牧师，伊虽然是一个讲高人啊呢，但是伊有伊个人生，伊有伊个困难，伊有人生的功课伊要学，伊有伊人生的责任。哦，啊，咱若将足侪期待放伊个身躯顶，安尼对伊是足无公平的，啊，对咱嘛无好，咱就过咱的人生。伊个人生是因道个代志，伊真伟大，迄嘛因道个代志。你应该好好过你个人生，所以唔通将你心中渴望伟大种、即种个虚无个情绪哦，怎啊去寄托伫只伟大人个生命中？那安尼你个人生行到尾啊，你也感觉讲足空虚个，因为你都唔是真正咧过你个日子嘛。你是行伫伊个影个后壁，你对伊行安尼唔对。所以要鼓励所有有宗教信仰个朋友啦吼。唔通对着某一名大师，唔通对咧某一个牧师的尻川后讲，哦，安尼上帝可能比较较会甲我保庇吼，无一款代志啊，吼，无一款代志，这拢足危险，这过到尾啊，无你的人生去啊，过到尾啊吼，真正你的这个灵魂吼，敢若亲像咱咧古早咱这个莎士比亚吼，足出名的小说家讲啊，讲你的灵魂已经出袂去啊，我唔敢讲你袂有魔鬼啦，但是你可能袂有别人啊，吼，所以有人伊的性命是袂有爱情。没有一个伊家己想象出来的一个爱情，但是实际上迄个物件敢有存在？迄是家己想出来讲爱情真美好，我先为着爱情在活，迄嘛是虚无缥缈嘞。有人先为着事业在活，讲我事业真成功，啊，你事业真成功，袂当带走啊。所以足侪人活一世人，拢将家己的灵魂出卖，寄托伫某种物件，结果到最后是一张空，迄个是危险。哦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诶。讲欢喜在世间，雅各伊咧讲的，就是咧讲，咱人在伫世间，难免拢有这试探，有这引诱。咱所有的人拢总是人，所以你唔免去做别人，你也唔免去寄托伫别人的性命中，你就好好做你家己就好。人生是一关一关一关，关关歹过，关关过啦。哦，事业一关过，可能后壁感情一关，感情一关阁过。后壁可能还阁有亲情这款，因老爸老母年纪大，哦，啊，亲情这款过，等到咱囡仔大汉时阵，可能咱又阁另外一关，人生就是一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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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过。有人少年时对钱看真轻，钱无啥，但是讲不定四五十岁时阵哦，煞叫钱白掉咧，无安全感，咱真歹讲。有人少年的时阵真飘撇，哦，人生的态度真随缘，真凊彩，无要紧，袂啥物得失心，但是食到老的时阵哦，变一个足够一个人，这拢有关要过。哎，我管咱未过尽，所以雅各就是讲，人生就是讲，好好爱过你的关就对了。哦，爱好好来赢过你的试探，赢过你这引诱。人活在世间，上帝原本予咱的足侪足侪本能，本能，迄是拢好诶，迄毋是歹。但是当咱无好好控制的时阵，到最后为咱的人生会带来一个伤害，迄个是咱来撇免的。哦，所以好好过你日子，哦，唔通想要去学别人。哎，后一集要讲什么呢？来，后一集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讲吼，咱人生活里世间有一个现象，有当吼，那无人甲你教吼，教你变哪思考你的人生吼，你家己面对挫折的时阵吼，你会愈想呢愈硬，愈想你就愈气，愈想你就愈乱，
哦，愈想你咧愈袂堪接，讲哪会是安尼？哦，想到尾啊，你个规个人生全拢乱去啊！啊，所以讲要安怎面对你个人生，要安怎思考你个人生？哦，当你呐内面有一挂欲望，吼、哦，有一挂即个得失开始伫你个心中伫加个时，你要哪面对咧？就足现实，而且个问题，哦，所以咱后集老三继续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十连八，六颗鱼。这人生哦，就是安尼啦，拢是小欠债啦。十连八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吼、哦，伊最近出车祸啦，哎呦，脚骨拢断去啦。啊，因家的人拢安尼给照顾，哎呦，讲去问同机啊，同机家讲哦，因为吼、哦，这个朋友哦，替因家的人哦，动所有的哎。所以才卡断去。哎呦，这家口都欠伊的债啦，小欠债啦。是安尼啦。啊，阿哥，另外一个朋友。哦。哎呦，迄生出囡仔哦，讲安尼无脚无手啦。啊，讲原来是前世人这个爸母欠着这个囡仔的债，所以这世人爱来还这个囡仔，所以哦是安尼啦，小欠债啦。阿公哦，我另外一个朋友啦。好，落开，你朋友伤济钱。袂使，你一定好讲完。我这个朋友不是故事。哦。这个朋友是讲，这一切拢是上天赐啦。哦，落开呀！你解释所有物件拢用上天赐来解释，你根本你就无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啊、嗯！哦，我跟你讲圣经的观点。圣经跟咱讲。上帝主咱本来大概是足平安，咱会拄着足些困难，是因为魔鬼有甲咱攻击。啊，第二是因为咱家己咱人有犯罪，所以咱有足些咱家己的责任。吼、哦，咱无尽着咱的责任，咱家己无注意，对不？所以这一切代志的发生，真正互咱来学着一挂功课。讲无定即摆困难，是会当互咱更加勇敢来度过下一处的困难嘛？蔡兰伯啊，我感觉咱两个人吼，前世人你是老师，哦、我是一个无乖的学生，啊、所以即马才就听你安尼细细念，所以咱嘛是小欠债啦。哎、欸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啦，上帝稳住咱伫这个世间有伊话，稳住咱拄着困难，使咱哪坚强，对不？就咱来当每一个人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，观众看了这个节目，嘛得到足济物件才对啊！各位观众啊，今仔日你看到阮的节目，一定甲阮嘛是真世人上欠债啦！你讲这个话，敢会笑死我气死啊！